有十个本土的病例，那死亡的个案没有。本土个案还是维持双位数，其中七例与西提传播链相关，包含1月7号一家七口用餐的公公确诊，目前这家庭已有6人染疫，另外一名小朋友是1月9号和妈妈一起去用餐确诊，还有同一天去用餐的另一个家庭，有一位就读华盛顿幼儿园的小朋友染疫，现在又新增2位同学也确诊，其中一位同学还传给父母和兄弟姐妹，一家四口也通通染疫。银行还有西提餐厅哈，还有衍生到这个跟校园相关的哈，也都有出来，所以这个从序列看起来就是，这个传染链一直在进行当中。更令人担心的是，又有新增的确诊个案，还没有办法确定源头。这是来自桃园大南市场一名菜贩，因为要入院陪病，就移采检才确诊。至于新竹某公司主管，一家四口都确诊，还没有厘清感染源。而这名主管曾在1月11号与友人聚餐，现在这名友人也确诊。哦，是18082，曾经在1月9号跟联邦银行相关确诊者的足迹 有所重叠。另外，亚东医院护理师传播链虽然初步筛检结果并没有造成院内扩大感染，但护理师的儿子居检期间也验出阳性。因为 Omicron 病毒传播力实在太可怕，导致18号开放的第20期疫苗预约打气超级旺。那至于在我们的排程里面，可能大家在二月过完年之后，那应该都可以打到新的疫苗。截至19号下午1点，已将近90万人完成预约追加剂，莫德纳名额更已所剩无几，甚至不少县市传出莫德纳量能不足的现象。对此，庄仁祥挂保证，莫德纳疫苗预估至少能供应到1月30号，而且预告24号还有一批莫德纳会抵台，到时候21期民众也可以继续预约莫德纳。华视新闻陈瑶琪、张道勇台北报道。